女孩的偶像团体，你知道麻烦在哪吗？嗯，万一借三套，有一套是最漂亮的，摆不平怎么办？其实我三套都有借，很漂亮，是吗？李玉芬跟郭雪芙谁会抢？会不会有这种问题？其实还好啦，但是他们私底下不太会这样。我有个问题要问 Jason， 我一直以来的疑惑。说说什么？因为黑人哥的身材在亚洲是少见，你怎么去哪里找他的尺寸能穿的各式各样的这些衬衫啊？一次录影叫五件呢。哦，因为其实每次录影前，我们都因为我们通常去接衣服，我们都会去逛。就是逛所有的品牌，然后所有的百货公司也好，或者说像东区的店家或服饰店，我们都会先逛过一 round， 然后看看有没有这次想要弄的样子。我的 size 会让你造成困扰吗？就是要挑牌子啦，就是有一些品牌，对，就是有一些品牌没办法，就是它的有一些像现在的版型都比较小，所以把两件缝成一件啊。你把我当是谁啊？巨。然后因为黑人哥比较高比较壮啊，所以我们都要挑，我大致上都会挑比较欧美系的品牌，因为如果是日系跟韩版，即使最大号黑人哥应该都对，会太悲啦，我会拒绝穿那种。还有饰品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有的时候，像我们上班，有的时候也不能带太夸张的饰品或什么，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像现在。就是蛮多像这样子的，像这个牌子的东西，我觉得还蛮可爱的。它就是有一些小小的 detail， 但是它又不会很夸张，就是可以让你的衣服就是有一点点点缀。像韦如身上也有带一个嘛。因为其实我觉得他们这种造型师，他们真的很厉害，有很多那种 CP 值很高的服饰品牌啊、饰品。其实我跟你讲，问他就知道，因为他每天要帮这么多人做造型，然后他们都要自己掏腰包去买。所以我常常就问这些什么，到底哪里可以买到便宜东西，或者是像我手上，这就是我经过他我才知道我这品牌，这是日本的一个品牌，台湾很少很少有。然后他就是做的很细很细，然后你看我身上手上这个十字架多亮，然后是细细的，就是因为我刚才讲说，我希望就是不要太浮夸的。饰品，我想要那种细细的，像日本女生那种感觉的饰品，然后她就会挑给我这个品牌，就要近看才看得出来。对，然后就是那种淡淡的，然后像我身上这项链，比较柔美，就是淡淡雅雅的。然后你说台湾要找到这种饰品真的很少，可是我真的就是问了 Jason， 然后才知道他在网络上是一个日本的品牌才买到的。喜欢吗？大家女生都喜欢这种。对啊，那个手环，对，就很细，就是很优雅，然后淡淡又不浮夸，就是那种女孩的感觉。好喜欢哦，漂亮。造型师 Doris 也是造型。Doris， 你好。你入行多久？自己做的话，大概2年左右。哦，你之前有帮，之前也有帮我们借过啊。对对，之前当助理的时候，有帮黑人哥跟老师借过衣服。所以现在 Jason 算是你前老板吗？对。前辈，前辈，前辈啦，前辈。那你会到处跟人家说你离开 Jason 了吗？有一些人会这样，有一些艺人会这样，自己掉开，对，吃果子不知什么，拜树头，乌龟不知道要拜乌头，哎，不会了，托里斯不会。你要教大家一件，教大家什么？我今天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是像这种纱质的洋装，像这种纱质的洋装它是很好。我觉得它很实搭，但是它单价不会太高。像它可以就是穿在一件很简单的洋装里面，就可以露出它的下摆，就是会让下摆多一点花边。哦，里面要穿了。对，如果性感一点也可以单穿嘛。对，那里面不要穿这样子。在家里的时候。哦，好性感。或者它可以罩在这种洋装的外面，就是让洋装整体看起来就是跟刚就单穿的话会不一样。点点的，点点，或是你也可以像有些人穿的比较没有那么复杂，他可以穿一个简单的白背心跟牛仔裤，再把这个套在外面，那看起来就会比较简单，但是又没有就是会有自己的特色。哦，我们喜欢单穿呐，单哦，嗯，对，在家都单穿，要有，对啊，当然啦，干嘛那么累赘啊？对啊，是啊，比较清爽啊，清爽，对啊，哎，其实今天听下来哦。术业有专攻，对，只是幕后人员大有先后。他有他自己的 ending。我只想讲一句，不要两句。OK， 我以为你忘了那一句，所以赶快帮你补充。我不想。好，你只想要讲那一句而已。就一句。我说术业有专攻，文道有先后。硬要讲。今天不想讲文道有先后。术业有专攻。
然后其实他们平常呢就是幕后默默的帮我们打理，幕前光鲜亮。这是幕后英雄，要给他们掌声一下。对，台湾经济的奇迹都靠他们。看到没有？讲得这么重，没有诚意的。对，非常感激。而且你看他们入行这么多年，今天终于有机会到幕前教大家一些配方，对不对？观众朋友把它学起来。谢谢四位来宾，谢谢。